喂，你好。喂，子阳，子阳是你吗？你人在哪儿？首先，我决定立刻停止海外投资计划，设置停损点。至于逃漏税的问题，经过司法的查证，已经证明是林伟凡和姚子阳串谋，假冒董事长的名义伪造文书，所以并非老董事长受益的，也总算还给老董事长清白了。至于他们两个串谋私吞公款，
涉及洗钱的罪行，检察官将会继续追查下去。老实说，面对这些非法的行为，我的心情感到格外的沉重，因为这是老董事长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。另外一方面，我要面对自己的亲弟弟所犯下的罪行，我只能衷心的期盼他能够真心的悔过，主动出来投案，早日重新做人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怎么了，雨辰？怎么了？子阳，我不行了，我肚子疼。肚子疼？你是不是动了胎气了？我陪你去医院，走。不行，你不能去医院，你一旦被发现了，警察会立刻来抓你的。可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坚持一会儿，我们去医院，走。不，说什么我也不去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你去哪儿我都跟你在一起，你不要甩掉我。我知道，可现在真的不行了，你一定要去医院。雨辰，你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孩子，我求求你去吧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，好吗？我不去，我说什么都不去。那好吧，我打电话叫人。平安，爸，你在整理仲于阿姨的东西啊？她一个人住在疗养院里面，身边有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，会比较有安全感。没想到她会变成这样。她住在那儿还适应吗？我也是不忍心送他去的，可是又没有其他的方法。幸好那边的医生跟护士都很有耐心，把他照顾得很好。爸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最重要。嗯，我知道。子阳，喂，子阳，你在哪儿？子阳，你们还好吧？跟爸爸回去吧，你别再逃了，逃不了一辈子的。你还年轻，还可以重新再来过。你放心，爸爸会好好替你照顾好雨辰和他肚子里的孩子的。你是爸爸的儿子，爸爸不忍心看到你一错再错呀。够了，别再说了，你有夏平安一个儿子就够了。你先送雨辰到医院吧，我陪子阳。雨辰，跟爸爸去医院吧，别耽误了，赶紧去吧。夏平安，你赢了。我姚子阳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你应该狂呼胜利啊！我恭喜你。你错了，我什么也没有求，什么也没有赢。不是我打败你，而是你自己打败自己，被你的虚荣心打败，被不正确的价值观打败。子阳，我拜托你，醒一醒！为了你的家人，你醒一醒！跟我回去自首。不，我不去，我绝不会去的。夏平安，你到底了解我多少？你知道我有多苦，有多累？你以为只有你苦吗？以前我很讨厌你，一心只想躲着你，可是没想到我越躲你就越如影随形地缠着我。现在想想，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。
回去认罪吧。就算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雨辰，为了孩子，你必须要认罪，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你才有机会可以重新做人。千万不要让雨辰跟孩子变得像我跟我妈那样，这样的人生太卑微，太痛苦了。难道你就不想当一个好爸爸吗？等你的孩子长大，当他看到你的时候，可以抬头挺胸，骄傲地喊你一声爸爸，你不想吗？走，跟我回去认罪，勇敢地面对，我会陪在你身边。先生，你太太来了。看，李先生来看你了。哎，别跑，他是你先生。来，乖，听话啊。来来来，坐下，坐这儿。慢一点，坐下啊。来，来，没事的，乖，听话啊。这几天过得好不好？子阳他，子阳去自首了，正在接受调查。没关系，哦，好好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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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，好了，没事，好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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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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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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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终于，好。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不哭，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。好，你放心，他们不是要关他，只是去调查，好吗？不会有事的，子阳不会有事的。好，嘘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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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没事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没事。我刚才把水果洗得很干净，哎，你们要吃光光哦。摆得好漂亮啊。哎呦，谢谢董事长。好甜哦。夫人，哎，好甜。威廉，吃水果。啊，好，来，坐坐坐。夫人，董事长，子阳刚才去自首了，是平安陪他去的。哦，这孩子总算是醒悟了，这才是应该走的路啊。子阳从小到大，我们可是把他当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疼爱。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，我真的很生气，他太让我失望了。
可是我怎么也不希望他落到这样的下场。妈，你别难过了，平安陪子阳去自首，我想子阳一定会改好的。浩乾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？子阳因为是主动投案的，所以应该可以减轻刑责，而且我也会替他请最好的律师。至于他盗取的公款部分，应该可以归还给餐厅。我是担心罚款可能会很庞大。浩乾，你不用考虑这些，这不是问题。只要能帮子阳走回正道，怎么样我们都愿意帮忙。谢谢夫人，谢谢董事长。你又来看我了，你记得我了呀？是我把小芳藏起来了，我是坏人，我应该被关起来的，被关起来。姐，你要赶快好起来，等你好了以后，你再带我去海边玩，好不好？海边？你小时候常常带我去的。你是妹妹。外公、外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去接子阳。好，把拐杖拿来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接子阳。哎，你急个什么劲儿？我们在家里等就行了。我等不及了嘛。外公啊，你放心，我接到他，马上给你们打电话。哎，我去了。好，去吧。
子阳，子阳，子阳，我跟爸来接你了。你们不用管我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们没必要对我这么好。哎呀，说什么话呀？啊！哎呀，知耻近乎勇，你能够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犯的错误，还勇于去面对这样的惩罚，这就是一种勇气的表现。爸爸佩服你，你是勇敢的孩子。爸，我对不起你们，这两年来我不但不能孝顺你们，还让你们替我担心，我没有脸见你们，我没有脸呐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啊，不说这些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，知错就好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啊！你还年轻，没关系，只要真心的悔改、认错、重新做人，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。子阳，你已经付出了代价，也偿清了罪过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你要往前看，朝自己的人生目标勇往直前。子阳，你不但要为了自己努力，更要为了我们。已经两年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面对我？我说过的，我会一直等你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跟着你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以前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我不值得你爱，我不配你的宽容。子阳，这两年可是我替你照顾老婆和孩子的，现在你出来了，这个任务啊该交给你喽。这就是我的儿子？当然是啊。来，这是爸爸。爸爸爸爸乖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真的对不起你。子阳，他跟你还不熟，过几天就熟了吗？慢慢就熟了啊。玉晨，如果我真的可以改过自新，你真的可以重新接受我吗？真的可以原谅我吗？什么傻话呢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还要看着宝宝长大成人呢。子阳，为哥哥的身份欢迎你回家。外公的事业不能老丢给我一个人，子阳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再创事业的高峰，好吗？我们兄弟同心协力，怎么样？平安，过去我处处针对你，没想到你却敞开胸怀接纳我，
如果可以改正，你真的愿意原谅我吗？子阳，欢迎你回来。若愚，哦不，应该叫你一声嫂子了。过去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啊，嫂子。快别说这些了，进来吧。进去吧，你妈在等你。我真的好想你，你总算回来了，让妈看看你，看看你，你瘦了，回来以后就多吃一点啊，好好补回来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努力吃胖点，让你开心。妈，你怎么样了？身体好点了吗？啊，你妈现在吃了医生给她开的药，没什么问题了。妈，我真对不起你，在你生病的时候，我却没有陪着你。不说这些。回来就好。妈，我已经决定痛改前非，从今以后我会跟雨辰从头来过，寻找我们真正平安幸福的生活。好。妈现在也觉得很知足，很快乐，我总算可以好好睡觉了。这是妈的人生感悟，我们会放在心上，好好体会的。我的乖孙子，奶奶抱来，奶奶抱。子阳，你看，他就跟你小时候一样，聪明又调皮。来，爷爷抱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今天啊，实在是太高兴了。我终于把我的家人都找回来了。哦，我们一家人都团圆了。来，宝宝，宝宝，你瞧，你瞧。最近啊，有好多个国际餐饮企业来跟我们洽谈，是吗？有的希望呢，咱们把白象的商标权出让给他们；还有的想加入我们的股份；还有一些呢，想跟我们合资办分店。名堂真的是不少啊！这其实也是好事啊。不过这么多名堂，哎，你们说这哪种方式会对白象的未来比较好啊？我觉得吧，拓展分店肯定是势在必行。但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人去经营和管理，这个用直营店的方式来做，然后建立一套完整的展店机制，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扩大规模，就可以开分店了。那姐夫，我没理解错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派一些人进驻外地？是不是？没错，如果我们要开分店，一定要派一些老的员工进驻店里边帮我们盯好。姐夫，我想去。去哪儿啊？啊，你知不知道那是外地？你要是去了的话，一时半会是回不来的。这我当然知道了。你知道你还去？你有没有想过菲菲啊？你要是一走的话，菲菲怎么办？我是这么想的，这浩谦呢，一直挂念着菲菲，菲菲也挂念着浩谦。你说我在中间这么一插，我想我要离开的话，他们俩在一起可能会更自在一点。王勇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
其实也没什么，成全也是一种美德，对不对？成全什么呀？成全，我不同意。我就你这么一个亲弟弟，你跑到外地去了，我姐就这么定了啊，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哦，要去北京啊？啊，是啊。为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我们面馆的生意不错吗？想在北京呢开个分店，然后呢，北京毕竟是一个大都市，我也能去感受感受。哎，什么时候决定的？我怎么都没听说呀？其实这件事已经在我心里放了很长时间了。我是想，我们的面馆生意还不错，在北京开分店的时候，我也抽空呢去一下什么草原呐，啊，文物古迹啊。你也知道，我以前是学画的嘛。啊，到时候呢，写写生什么的，万一我要出名了。记得啊，来看我画展。一定一定一定。哎，可是我怎么听你好像您的口气好像是要说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了。哎，啊，看情况吧。那菲菲呢？菲菲心里啊想的是你。不，那不是重点。不，那是重点。重点是说谁能够为他下半辈子负责任。那个人肯定不是我，一定是你呀！为什么不继续坚持下去呢？你错了。你还记得，在我婚礼上你昏倒了吗？啊！我看到菲菲那义无反顾的样子，那么着急的样子，看着他去呼唤你，去……不不不不，我现在心里想明白了。啊，不说了。对了，我是想啊，这什么？让你把这个交给菲菲。菲菲一看他就明白了。保重啊。妈。嗯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一直觉得心里闷闷的，好奇怪哦。平安，啊，爸。爸，威廉，你来了。菲菲，汪勇要去北京了，你知道吗？汪勇去北京？我不知道啊。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
这里。我是觉得浩谦他那么爱护你，关怀你，你也同样真心爱护着浩谦，关怀着浩谦，所以我不是这样的。不用解释了，在咱俩的婚礼上，浩谦昏倒，我看到你的表情，我完全都明白了。不是的，威廉，他永远都是威廉太太的。对我来说，只要平安，可以跟他爸爸相认，这就够了。真的。我知道我让你很伤心，对不起。别这样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了解，了解。对不起，网友。你千万别这么说。谢谢你。你一直对我这么好，可是你现在你要走了，别再哭了，我。这是我的小天使，给你，小天使会保佑你。你要我幸福，你也要幸福。谢谢。你放心，我会永远把他放在我身边。嗯，你是真的很可爱，你是个好姑娘。网友，好了，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你要回来看我。